恭请。文昌子同帝君借银文三品。恭请。文昌子同帝君借银文三品。恭请。文昌子同帝君借银文三品。玉皇上帝，弥罗保告，至心归命礼。太上弥罗无上天，妙有玄真境，渺渺紫金阙，太为玉清宫，无极无上圣，阔落发光明，极极浩无踪，玄泛总十方，湛极真常道，恢莫大神通，太皇大天尊，玄穹高上帝。文昌子同帝君保告，至心归命礼，不交帝境，玉真庆功，现九十八化之形藏，显一千万种之神意，飞鸾开化于在在，如意救劫已生生，至孝至仁，功存乎儒道教，不骄不乐，直进乎天地水观，功德难量，威灵莫测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九天辅元，开化主宰，思路直供举真君，七曲灵应，保得弘仁大帝，谈经演教，消劫行化，更生永命天尊，忏悔文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七佛灭罪真言，离佛离佛地，求诃求诃地，陀罗尼地，尼诃那地，毗梨尼地，摩诃迦地，真灵前地，娑婆诃。文昌子同帝君借银文三品。本卷，文昌子同帝君借银文。品一，文昌子同帝君借银宝训。文帝曰：孽海茫茫，首恶无非色欲，尘寰扰扰，亦犯唯有淫邪，拔山盖世之雄，作此亡身入国，袖口紧心之事，因兹败节灰明，始为一念之差，遂至毕生莫属，何乃淫风日炽，天理沦亡，以当悲当汉之行，反为得计，而众目重见之事，田赋之修，堪淫词，谈吝啬，不住道左交资，常断连中窈窕，若贞洁或熟德，可敬可嘉，乃近幼而使无完形，若昆女，若不妾，宜怜宜悯，敬事破而殿主终身，既定亲族含羞，有使子孙蒙垢，皆乎总以新婚气浊，贤远宁亲，岂知天地难容，人神共愤，或妻女愁肠，或子孙受报，绝嗣之坟墓，无非好色狂徒，妓女之祖宗，尽是贪花浪子，当妇则玉楼消极，英贵则金榜除名，痴障喜流大辟，生遭五等之刑，地狱恶鬼畜生，莫受三途之苦，从前恩爱，至此成空，昔日风流，而今安在，与其后悔已无从，何不早思而勿犯，谨劝青年志士，设定会名流，发觉悟之心，破色魔之障，芙蓉白面，不过带肉骷髅，芍药红妆，乃是杀人利刃，纵对如玉如花之貌，当存若子若妹之心，未犯者宜防失足，曾行者及早回头，更望辗转流传，蝶香化倒，必使再在其归绝路，人人共出迷津，由是首恶既除，众邪自消，灵台无志，是则垂荣矣。文昌子同帝君借银文。品二，文昌子同训斥世子借银文。
文帝曰：“天道或淫，其暴甚速，人之不畏，孟孟无知，苟行简之不修，及灾殃之励志，皆耳有众，听与训言，为惠敌己。自古云然，不善降殃，昔人明鉴，春秋之淫乱，皆败国而亡家，风雅之刺激，尽纯奔而却逐，故逆礼乃自戕其性，而贪淫即自夺其名。人事易乖，天心尽怒，会相上怨，非节己者难邀，幸念天恩，其污名者可得，与利文衡，常垂教士，乃是子止贪半晌之欢，往昔终身之计。淫人人淫，交手为事，夜报惨酷，喜心者谁？吾与二八是为，每多临时去取，一笔勾销，只缘亏比临期，数字增加，端为巨资侍女，欲闻平地之雷，握起寸心之火，中年潦倒，岂复学古文高，一世尊战，昔世余贤败节，世人不察于所由，反或怨天而恨地，直来黄甲，只在心田，一而自豪，总由阴志，即为满地皆神。文苑三场有为，惜哉字字珠玑，呼吁增眉落卷，倡议翩翩锦绣，无端破积乌文，此时与时主持，孰谓苍天无眼，仿发三元，唯有精神之德，连开定地，玄文坠蕊之胸，倘能持正而不邪，自二名归而入德，特颁新誉，贤使闻之。文昌子同帝君戒淫文品三。文昌子同帝君戒淫圣训，文帝垂训曰：“吾奉金阙至尊之命，于每月寅卯日，按行封都地狱，考定天下有罪，人民事实，见服黑疾如山，皆是世人一生孽案，其间作恶多端，为淫恶之报，天律最严，人间妻女电人归门，在地狱中受苦五百劫，方得脱生，为骡为马又五百劫，乃复人身，为娼为妓，设谋造计，奸宿寡妇尼僧，拜人操履，在地狱中受苦八百劫，方得脱生，为羊为使，工人宰杀又八百劫，乃复人身，为古为雅，以卑乱尊，以长乱幼，败坏纲常，在地狱中受苦一千五百劫，方得脱生，为蛇为鼠又一千五百劫，方得人身，或在母胎中死，或在孩抱中亡，毕竟不享天年，更有造作淫书，坏人心术，死入无间地狱，直至其书灭尽，因其书而作恶者，罪报皆空，方得脱生。淫书之危害，不可胜数，常有名归书员，世子之文，或绿窗骤静，或青灯夜阑，辗卷视之，魂摇破荡，不禁欲火之焚，俱成分界之行，至节复失节，真于丧真。更有聪明子弟，秀而有闻，一见此书，遂起欲想，或手淫而不至，或不挑而苟从，小则着丧元阳，少年夭折，大则独乱伦纪，不耻士林。若夫巧作传奇，当场演出，教习必同，被是淫态，乱人清操，不可胜数。
执其根由，皆淫书所致。奈何世子以素世之慧根，莫七寸之笔管，不思有功于世，积福于身，徒造无穷之孽，甘上帝之怒，自导于冰渊火坑而不恤，深可悲也。文昌子同帝君戒淫文三品中。